辭職咗空姐之後啦，發現到呢一個手作令到自己好有滿足感。一開頭咧就分享一啲手作嘅照片喺 social media， 後來咧好多人開始查詢問下幾錢啊，就諗不如將呢一個手作變成一個生意啦，所以咧就直情將呢個空姐公仔變成 crew figures。